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都叫上网了那一种，等你找个双手打这个那一种，经常的过上双的，偷着当这个的说，当这个生活不切呀，什么内陆都不切，内陆多什么的，你从哪从这边来？那边呢？哎，我们家的在他做亲戚什么要的，哎。我说你那我把这把车子去谁老的也得去他们谁也得人靠这个去他们谁靠这个这个什么的就这个大的都是应该谁什么的这他这个职业的人这里那个当然他就做的就把这里这里移民后他就的呢我说是那样的这边呢那让一个参与要的那什么的早晚是那红烧生，从现在的厂里要来的，这边的厂子，那厂里要来的。一般我们会领受灌顶，在四级灌顶当中有第四灌顶，所谓的第四灌顶也被称为此句宝灌顶。那它的意涵，在这边做解释，在释论当中也提到了一切实修，从上师于前乃至成佛之间的一切到位的实修，全部都归结在一个精华之上，也就是了悟诸法的实相法性。从世俗的角度来说，相对的时间当中，熏修世俗菩提心作为对治我执的方便。透过别解脱圣、菩萨圣以及密咒圣的方便，来从世俗角度相对的世界来对治我执，最终能够使一切众生都承办佛陀果位。这个就是在第四观顶当中所要讲的重点，了悟诸法实相。一个能够彻见诸法实相者，他的四无量心会自然的展开。由于达到了四无量心达到究竟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通达究竟菩提心。那么四无量心当中的舍无量心，也就是广大平等舍，才他的功德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当广大平等舍的功德真实展现时，这个行者本身才能够证悟一切万法的真实本性，了悟在内心当中自然的产生，也就是能够证悟到无二的本来智慧。所有佛法的宗派教理义理全部都是在谈这样同一个精华，了悟诸法实相的。同样的，在灌顶当中也谈到必须要认识三昧耶。究竟的三昧耶到底是什么呢？究竟的三昧耶是缘起时归纳在义三昧耶当中。一般三昧耶分为身三昧耶、语三昧耶跟义三昧耶，实际上这一切都归含在义三昧耶当中。义三昧耶指的就是了悟诸法的实性。如果能够真的晓得诸法实相为何的话，就真正的把握了一切三昧耶的命脉。这个就也称为根本颂当中所讲的坚决确定别无他。大圆满有所谓的四部境界，分别是法性现前、觉受真相、觉性如量跟法境超心，或者叫法性灭尽相、法性灭尽。那法性超心的境界，就是要透过对于前面所讲的这些熏修的方便，逐渐来证得的。达到了法性灭定、法性心灭的，或者是法性超心的境界的时候，一切分别妄念是会完全崩解的。所以要完全掌握住实修的要点，就是了悟实相。所以根本颂的下一句就讲到了，唯于此中决断者，乃为第二要，就是唯一要把握的要点。三宝的道理、三根本的意涵，也完全涵括在掌握决断实相之中。现在讲那个呢，我说是哪？讲出来的，讲的谁？我说是。你让娘子也不把他伤害了，对的。
早上孙子，那么一当好多孙子，人略不过孙子，他从略不得了三级包包得了，过孙子用的有多，那过孙子用的，他他那个娘子里不干的，当不当我出不干的，你那个痛痛不要的，看你，我东方那可到了这了的呢，就算是三级上的，这搞得那太紧张了。对我都把出国的，出国南卡的送，人家南京社会一些的，哦，东北到江南吧，都是南京下过的，山南下过的了的呢，南京社会一些，从这里弄过的，这里这里弄的多，各地方上的，对年纪上这样的呢，这里。土地公啊，吃饭住个从马道个身体，他别的南京就没办没办成耶稣。这经济在这多年，当然经济还是不吃饭不要的。别人吃肉的少，你吃饭叫做南京吃饭不别的了。这里这个土地公啊，吃饭住个从这里三斤高升不用的这里，五十的少弄到的大挺痛苦要的，第二这里这个国内他们啥就各种各样的都有，你上海的到哈国什么的，国内一个的，去各种老国家他不吃，得罪人，等于做过了大嘛，他就他他娘的要的，别人看起来的，但心里就写感情表的，人家说他们看了啥国就罢了。别人家话他们就把三斤不剩啊，等于好没来了，别提到了，等于多大的得罪你啊，娘的要的呢，甚至他就中国不好做，搞两多的呢，别人说全部装满的人了，剩要的的，地方多吧，他都没么多吧，反正没几百的，我叫萝卜这么大一个杯子，大的来啥来的，拿出来了，就把这地从我手里，对不对？给这个三百拿出来。我嘛就是初中才上的，就那个拉手，就他咱们那个调的东西，就是那个拉手，很晓得的。你那的，那个怎么的？他从那个上级去，他们上级嘛，他就等于嘛，去他们就各种各可能都上，你去他们这点了就各种各可能就各种的等于那个才能得到啥？等于下过了，就在那个然后换个这个他出工要的。牛娃个等于等于，大人的关系就没得讲了等于，他们就那个等于，你们是就那个，在中央军就那个别的到等于在空军话里头，他中央军就话在登高头的讲了什么药嘞，等于他到他去做的结巴的呢，哦，做什么做什么过什么长，他都不要过什么日子。他真的是唱的都好听的，那起初刚才的，你弄一首歌来听。在皈依的时候，我们讲到皈依佛法僧三宝，在密宗的实修当中，则提到皈依三根本，上师、本尊、空行。而从果位上来说的话，究竟的果指的是佛陀法报化三身的功德，在透过实修的阶段，我们最终可以真正的见到或者真正的了悟究竟的见。这个究竟的见是什么呢？就是究竟的佛三身的果德。这个果德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体性空，犹如智慧的，犹如虚空的智慧。它这个是指三世一切诸佛本性无别，他们的本性无别在智慧法界当中是一味的，这个称为犹如虚空的法身智慧。再来呢是果德的另外一个面向是自性明，自性明的智慧。也就是说，虽然体性是空的，但不是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反而是明朗的，极为明朗的觉知。这样子极为明朗的自身本来的智慧，它能够展现佛身、佛刹等的圆满受用身的诸般功德，就是明的功德。第三个是当了悟到实相智慧的时候，
自然的会对不能够了悟的众生升起油然而生的大悲心，这个称为无缘大悲。一个真正解悟空性的行者，油然而生的无缘大悲是会自然的现起的，就像是海上的浮冰，当它融化的时候自然就转成海水，它不需要有另外的过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海水，化身就是这么样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晓得了悟实相的话，那么本来像在种子位的，在种子这个阶段的佛的功德将会展现，真正的展现成为果的功德，也就是法包括三身的功德。如此功德我们是能够现前的了证的，在这样子的 了悟之下，我们就会晓得原来轮回法跟涅槃法全部包含在佛陀的三身功德之中，无一例外。从密宗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掌握住密宗的见解。而所谓的佛的三身功德，在不同的众生境界当中安立为不同的，安立为清净相与不清净相，比方说在清净者面前为法身与报身的层面，而化身则是在不清净与清净者面前都能够普遍应现的。什么样的化身呢？比方说像我们做就形象的色身的上师，他跟我们一样，他会行住坐卧，他需要吃东西，就像是胜利者诸佛、三世一切诸佛，他们都是现为人形，这些都是算化身。除了一切佛都是化身，除了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佛都是化身之外，一切众生也都是他的究竟本性，也是佛的化身。怎么样理解呢？比方说下至一只小虫，它也有心事，它同样跟我们一样有趋吉避凶、想要离苦得乐的追求，但是而且它也有佛种性，它的这个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但是因为暂时刻成染污遮蔽了这样子的功德的缘故，所以它见到的是六道的森然万象。就像是救护主极天松公尊者曾经说过的，因果刹那之自相，所谓的因果刹那之自相指的是当下的障蔽的有无决定了是否会现起不清净的六道相。如果被障蔽给遮障住了，给盖住了，那么就会现起轮回的不清净相，就入了六道。从究竟来说则无有六道，究竟当中唯有佛唯有佛功德而已，别无其他一法可言。所以从究竟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万事万物一切法都包含在佛陀的三身当中，而佛陀的三身就包含在自心当中。对于这一点是务必要获得了悟乃至于确信的。要如何了悟跟确信呢？就像前面所说的，透过渐进式的禅修，不断的禅修，不断的对治自己的烦恼，久了以后日久功深，就能够真正的决断这样子的道理。当然这样子的决断应该做到最为稳固的话，就已经是三要当中的第三要，对于解脱得把握。在还没有对于解脱，这个是最难的部分，还没有对于解脱得把握之前，都需要反复的熏修。在此我们在第二个要点当中所要把握住的，就是三宝跟三根本全部都涵括在佛陀的三身果德之中。因为你把同一个教授两个人身体的这种空了让你的参与有什么刚才大托这儿为身上也身体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怕打着怎么用这当然用了干了打巴的这话就干了身体也的参与对不对怕打着怎么咋了没这头的参与你那没身高参与也是对不对他托着为身上的你的头上的啥都是有的了你就有了我就有了没就有了哦身体的人把啥没送走了落到了妈妈送了破出了落到了破了一个的来的上车了样破了一个的有了上一上一个把头上破上的成功了到底讲了对了，没劲儿，执迷，去他们那去，你就这么办，我就是没办，跟着到底叫呢，他说个到底叫呢，到底抢，到底去吧的，多半就是包括的，到底东半截的那什么事情，我也说，到底什么得了说，到底什么，我就是没办，
门前准备吃汤的孩子，用电轮作跟一年，这了等于让动了去过家啥，好呢，运动了之后就等于神经长没办法，马当过的，神经样的，我当过没见，神经就不能扎开我们的，骨头不见了的，得咋的？这是身体的，这是一个的呢。上级的执法的人们接班人过去了，这里上级告诉我用定上级的了，然后呢，他说的用定人做给女人医生，你搞错什么的呢？身体的病我靠，然后一个长久合作。所谓圣意究竟的三宝，实际上指的就是心的本性、佛种性、如来藏、佛性的功德，它是自然本来就安住的，它没有任何中边千变变化的任何的差别，就并没有向外向外获得，向内被遮障，这样子的区别，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在大圆满当中称它叫做本自清净。本自的意思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清净的，一开始就是清净的心性，它是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给变化，不会有任何能够破坏它的可能性的。在凡夫位也是如此，在圣者位也是如此，它既没有任何中间的差别，它也没有任何任何阶段的变化，即使它是在三恶道的状态，也不会损减佛性一分，即使他是在佛果的阶段，也不会增加他一丝的功德。就是因为他不增不减，因为不增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他叫做普贤，称他叫做金刚持。这个普贤跟金刚持的金刚的意思，指的就是不变。比方说我们在本尊里面有所谓的金刚童子，也就是普化金刚，还有所谓的金刚心、金刚萨埵佛尊，还有金刚持，他们这个名号当中的金刚的意思所要象征的都是不变性，如同是经典当中所讲的不变功德任运成就性，所谓的不变功德任运成就，指的也是自己的心的本性，佛的法身。当我们能够攻克，能够占领掌握住法身的国界，掌握住法身的国政，统治这个法身的国度的话，那么在轮回未空之际，都会不断的示现种种的化身，以色身的形象，无量无尽的色身的形象来饶益有情众生。即使是在就近境界当中，并没有所谓的所调伏的众生跟能调伏众生的佛陀的差别，但是在世俗的相对境界当中，仍然会以法身的妙力，它自然展现出对所要调伏的有情众生进行调伏的佛的化身的功德，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变功德任运成就的道理。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龙道人为啥就到了结巴？他提的，人家呢，我们国民娘说用，他说说过他求下这个，那那是让你他这几年弄的，让那个他出国了，啥都扛着，那个他出了几大几年的呢？人家说罗马开始的是吧？这么说罗马，人家人家用国际把他这个，操，这种工业大家的叫做操着了，让人给他，知道没有？地理上面操着，让这什么国际把他的，啥么子的操开的，就这样子，他地理，甚至是我可那个倒开。他地里头呢，那个他就是在云南土窑嘛的，加上对面的，人个呢七十八云南老乡呢，把这里有什么的，这啥情况的？人一个光家的，那个到了他出国了的，没他出来的，这到了他，人民国的他出了，这到了这边，罗马那边这个人民用过的，这个这操作过嘛的。说说了这里，从这里，人从这里接有的云南，这从这里带到云南门廊上面，这里喇嘛扎进我家呢，这里的喇嘛的家娃子这里，然后就这从这没法拆，这这他说说了，他娘们干娘们，这从这玩意儿嘛，这里人老过了，这从没，这里大姨你没完了，这从没，
唯于此中决断者乃第二要，这个决断是完全靠自己决断的，必须要自己来决定，已经获得了体验。那有些弟子会问，这个该怎么做？我如何自己加以决断呢？这个问题常常发生在禅修比较有经验、比较有老道的弟子身上。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禅修，修久了以后，突然会有朝一日灵光乍现，就发现说，哎，就是这个样子，有一种体验。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体验没办法确认，虽然心里面有某种程度的确信，但是呢，又描述不出来，没办法用言语去描述它，所以我们说言语道断或者是无可言说，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但这样的状况是从何而来的呢？从禅修而来，透过禅修产生体验，所以对于到底什么叫做究竟的见解，会有一种确信。某些弟子在长时间的学习禅修之下，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对此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心的。当然他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以后，也许会想到说，这样的体验到底是对吗，还是不对呢？所以要到那些非常重要的有经验的大德上师那边去试疑，在试疑的情况之下，就能够对于自己内心已经有一定定见的这个禅修境界不再有怀疑。所谓的不再有怀疑，就是从此以后对于自他无二这样子的究竟见解已经获得了体验了，因此不会对于自他分别、自他无分别这件事情再次的产生疑惑。如此一来，就叫做于此中获得决断。这样子的体验完全是靠自己去体证的。那这样子的体证唯有来自于禅修。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翻译上面要等一下英文的翻译。这个他就说的对吧？他去唱了做到了。以上就把第二要我于此中决断大致的讲完了。他是把能做错的教娃说，能做错的教娃了，等于他空虚吧，觉得他这种有那样，跟你讲你做那么个的能做错的教过来，对吧？第三恰当格度讲，老人那么多嘛的吧说，第三恰当格度讲，他这个空虚吧的如果要来吃饭吃过去啊，如果要来食堂吃过去，几个人打卡去玩的，你几个人来到我们搞了的，我先出去买的，所有样的，都看不着的，因为一样的样的，穷啥样的人那都穷穷忙活，这些没办法，我想怎么，你啥子吃完了，走了，你在这里让我吃了没有？你都到了嘛，我们大人嘛，我出去不了的，你。就把卡些东西，吃点咱们这个头脑的，没让老百姓当交流，这倒是人家全部的，这的真的做了差不多七百吧。那么在秋季用功夫说的，这做起来这这是大大大，恰当的，都把我学起来了。老人那多马里帮我形容的，你听没？反正确实没大。我是的，当不当到的，啥那都啥玩意儿？啥玩意儿？我是，那都我是吧？那你怎么当谁吧？把那么多人个让着，直接的把谁吧？他把那么多平民农民都做完看到了，我把谁吧？人他都对不上你，那都平民农民是吃土不了的。当不来他们跟那个我去把他去把查查他们文件，文件怎么在那个大陆要来去？所以讲完了第三个第二个要点，也就是位于此中决断之后，要来大致的解释一下第三个。
对于解脱得把握。也就是说，前面第一个阶段讲到的大圆满的见解，我们首先先拥有这样的见解之后，要如同前面所说的，透过实践，透过日常生活的行为去转为道用而加以落实。所以在根本颂下面又继续说了，此时贪嗔与苦乐课程分别尽无余，不管是对于乐意的对境升起贪心也好，对于不乐意的对境升起嗔心也好，升起反感心也好，这些都是单着心。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是没办法认出自己对外境的贪嗔的单着心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慢慢着手，从小的粗大能够粗大意见的贪嗔的相去下手，不断的加以对治，积少成多就能够直视贪嗔的本来面目。否则的话，假使你完全放任贪嗔，完全不做禅修，从小处着手的话，那么贪嗔这样子的烦恼它是会不断滋长的。有些修行人他们修到后来走了岔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小处着手去做禅修，所以最后他们的发愿也成了颠倒的发愿，他们的羞耻也走上了颠倒的道路。所以不断的要直视贪嗔的本来面目，如同前面所说的，犹如江河一般滔滔不绝，连续不断的做禅修来对治贪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继续讲到说，课程分别尽无余，认识当中不延续，这里就提到如何对治烦恼的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要认识，怎么样的认识呢？就是认识烦恼好像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在路上遇到了熟人一般去认识他，先认出他，再来烦恼，让烦恼自解脱这是第二个阶段。什么叫做让烦恼自解脱呢？就是不刻意去掺杂，不刻意去与它交涉，那么它自然会解脱的，就像是蛇被打了一个绳结，被打成绳结以后它自然会解开一样。第三个阶段呢，是无利无害，就好像是小偷入空屋一样，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得，就晓得分别妄念对自身是无利无害的从这个方法而获得解脱。所以在这三个阶段当中，第一个认识烦恼，认识分别是非常重要的。第我们不要认不我们这是有人说呢，那么多我的喜欢认不认，那么多我的喜欢我们要当然在有没什么呀，因为那么多车车你就这里进五马镇，你切了切了这里进哦马车送啥的，那么的下来这里我就去吧，这还叫用心摸的超超的，那个那么我就把下面还过过来的，那么下来的那方面的那个我跟车匠的时候这个雷萨我要的我马上的那么刚才说什么这个雷卡雷萨我要的别人的这就马步杀出来，这起步差着了嘞！别吃那多把这啥用了？这里忙得忙得，从这中国别的那多忘记的，忘记就搞清楚意思。认识分别念的现起，就刚刚所说的，如同遇到熟悉的人一样，这样子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禅修久了以后，修行者他会往往会有一些状况。比方说认为我已经有某种程度了，某种火候了，我不会涣散了，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些体验了，但这个时候他落入了如此概念性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是甚为可惜的事情，因为他没有认出极为细微的分别，他认着分别恣意蔓延了。因为本来念头的现起是 无有害处的，它是无利无害的，可是你如果任它恣意的奔流，任它恣意的蔓延而没有认出它的话，就会非常的可惜。不认出它可惜的原因是因为你会随分别念转而造业，那小小的业累积起来就成了非常广大非常多的业，就像是滴水能够逐渐引满广器一样不能够认出分别念的现起，那会产生后续很多的问题的。
么金黄金对面摆了吃了什么金，摆了吃了什么，大大现在大大些多那些呢，那么多钱呢那大，那么多金对是吧？那么多这个金呢，哦，这个这个你是提了几万元吧？你这个金对金呢，不几万那些，那多点吃八双，那多这吃了得多少了得吃多少的，这能多多少的，这个人的用没上，这。有没有买这个松药嘞？心里吃了龙珠多少东西？心里那个啥东西吧买上？那个金腿没把它，这个金腿买吧。所以说，认识当中不延续。所谓的认识当中不延续的意思，就是你要让念头当下现起，当下解脱，就像是你在水面上作画一样。当你用手指在水面上画图案的时候，画出图案的当下，那个图案也就消失了。所以当念头现起的时候，如果你是没有认识它，而让念头一个接一个接续下去的话，那么就会成为自意，就会成为迷乱。那么与此相反的是，你不接续念头的话，那它念头就会在它现起的基础的那个当下就获得解脱了。所以认出念头的本身，并且不去延续它，如同水面上作画，这是非常重要的。来打破发展，你把马头把一拉的这里，那多的冤枉吧，受气不去了。打破我是给你咋做，这里做过来的，别人学堂的人呢，学堂我是别人，但学堂的错，别人学堂的也难做，我可是也难难难做这里。那个手提包的连马啥东西的，大龙的药在进来，再到了我是咋做？你两个都懂我来说，这个呢，我是咋做？你两个都懂我来说，什么他的我都不上，这聪明要买。对于初学者，还有修持的境界还没有达到稳固的人。那么就要特别的专注在三个阶段当中，首先是认识分别念，再来是纯守于它，也就是使自己心的妙力得以圆满，第三个是使分别念得以解脱。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开始你要先认识它，然后熟悉它，使妙力圆满。也就是说，举一个例子来讲，像现起嗔心的时候，你要先认识嗔心，然后只是看着那个嗔心，在不造业没有延续的它，在不造业的情况之下，有多少的嗔分别念，其实就滋养了多少的法身的妙力的功德。所以它可以现起，但是不要追随它，因为追随它的话就会造有为的业的。所以在不追随的情况之下，使妙力圆满之后，最后它会自解脱的。对于初学者跟尚未获得稳固禅修境界的人来说，这三个阶段是非常关要的，必须要加以把握的。昨日去过我们老师，昨日那多少的，昨日自己他去过那个大学，把这么几个人把这两个，真是当家的一点，别人他没去了，他这当些当还有的，别人要你没干啥的，没去了，对，那个上老当，第二个你把当成了牙尖，上面的就些当工。这些人说你们大哭嘛，找你上面吵个话，这里这里这儿到什么药在行了，这里到这里药在呢，这里第一是这里些人说怕没完着的，变成这你们没得通了，作用呢没得通了，还有啥子没有，我可能都把当成他就是空了，都把当个人上面了都错就没了，做人民啊，没得头脑，他做出去不去了。你爬到我这儿做啊，就爬到去空啊，搞个嘛的去。说说个空啊，搞个嘛。你个他妈吧，你个他妈吧，家家工说个吵着个。娘你这大概娘子用过了嘞，别呐。哦，可他妈吧的，空了给人卡的，可他妈吧，俺娘们吧的，俺给你的。说这点我家就不，俺给你吧的，俺空了苦受了，俺空了苦受了。被我操的，去年的，吃了我操完了，现在这个，这个上我当这个上班的这里，让给的，我也没得通了，哦，吃完刚刚没吧，
当上上那得大过年找大太的，找那个说的大过来说，得了得了，让车让着的钱没说，你起码他那上这里，你莫把干净了，当你莫接下光，你莫管，这样子，得了把咱讲那多的是被咱中国说，咱中国的咱中心中心，你看那个朝了讲，这里那挂了讲，这里，但你莫说了管了，这里你莫让钱说。对上海的恰当了就咱们这有的给他的这样子的模式所以下面就讲到了所谓的解脱是得解脱法身故这个解脱呢它实际上讲的就是法身的境界也就是本来的觉性而我们在没有办法解脱的情况之下会处于凡夫位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分别念例如嗔分别念认为某某人让我不开心的他如何害我了然后我们的心就不断的随着嗔的分别念而做串习乃至于你滋生了更多的想法你固着的认为他会害我他会加害于我所以他是我的仇敌我就跟他对立了起来实际上这个是当你这样子随着他会害我的念头去滋长去发展的时候你已经受到我执的支配了已经无法获得解脱了那么所谓的获得解脱指的就是能够看清事实的状态而不会被迷乱的分别给带着走比方说当你跟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你能够看清他是凡夫我也是凡夫我们之所以会冲突是因为双方都以凡夫的见解凡夫的迷乱的见解就像是冰块跟冰块互相冲撞一样所以才会互相的有敌意互相的觉得感到反感但是如果你能够换一个角度来想他之所以对我不好是因为他是凡夫那凡夫对他人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他是完全无辜的他本来就应该会这个样子我是一个修行人我的身份是僧伽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种自信心就是我就是僧伽我就是修行人我如果还跟他计较我还跟他一般见识的话那多么惭愧多么不好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他就不再是一个烦恼相在看他不再是一个仇敌了这时候你就从他是仇敌的这个概念性当中解脱了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体验所以我们说必须要先认识烦恼先认识像嗔分别念然后之后呢要让他妙力得以圆满或者妙力得以成熟如何圆满如何成熟呢你要去培养串习这样子的妙力这样的培养串习妙力的过程它是有一个渐进式的过程的比方说刚刚提到了从小处着手你从比较小的分别念开始做乃至于非常强烈狂猛粗大的分别念也都能够加以对治之后呢才能够谈得上密宗所讲的转烦恼为道用当然在密宗里面有很多的什么转贪心为道用转嗔心为道用诸如此类的修法它都是有个渐进过程的这事儿是动机不舍的哦咱光讲起来就是坏事就好了你没把它带进来咱卡拉套上去变成他碰到了没有过了咱不行干脆给人干脆套那里没气了我对对那里这事儿是动机不舍说你这个样子还在算了中变成云花结果干净多少哦云梦我拍个照你觉得他云梦都啊的一时啊到了他的婆婆王的干净的云梦啊一时啊那就我的小这个点的云梦啊这里一时啊那就那一时啊也拉到了这里让进的这里杀进国送土豆进去那用地嘛我就不要了这里得到了这里出口了不用进去把这些用完了后他就抓住这些东西下周这个人也说这里的这些人动静不是这就出个压力在这里他那么多别人这样我说呢这里这个就动不了现在就动等着没了这些动不了你别人别这个等着他这些战争的这些货然后这些战争动不了这些东西
시라고 나들이 유머만 보고 그랬지. 接下来 任现觉空赤裸时，洞揭法身王妙丽。 所谓的任现觉空赤裸时这个譬喻，就好像把烦恼、把分别念当成是滋养身体的食物，或者是燃烧火焰的柴火、新柴一样。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灶， 你要把火烧得很旺的话，你可以不断的添加柴火进去，你不断的添柴新柴进去的话，那个火会越烧越旺。同样的道理，当你如果真正的掌握新的实相法性的时候，烦恼分别再怎么样现起，它都成为滋养法身妙力的食物，它能够起到增上智慧的作用。所以越多的烦恼确实会增会多。 比方说有五毒烦恼，但是因为你懂得，转烦恼为本来智慧的缘故，你懂得法性实相的缘故，所以这个五毒它就真正在五智的境界当中获得解脱，或者我们说它就是转五毒为五智，五毒它就转一成为五种本来智慧。 由于转依为本来的五种智慧的缘故，所以会展现出佛身、佛智、佛身、佛语、佛义，还有佛功德跟佛智慧等的各层面的智慧，各层面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法身跟报身的妙力就会展现出来。那么妄念现起的当下，他就得以解脱了。 所以这句话任现觉空赤裸时应该要反复的去思维的。再来是洞揭法身王妙力，是指如果你有非常卓越的智慧的话，那就能够刨除烦恼。就像你如果有一把利非常锋利的斧头，那么怎么样子的树干或者是怎么样的杂草都能够被截断。如果你有宝剑的话，或者是非常好的刀刃，这个很多的杂草 还有植物呢，这些藤蔓都可以被砍掉。我们需要用运用智慧的锋利刃去对治烦恼。第二天呢，他以为让他阿拉拉说，哎，第二天他的那个，他虽然说他出发走。 说的他就把你那个你不搞的那这里，吃了的他就把你那个狗肉去把那个，我是吃一点，他当一点，他就痛了，痛没吧？心里的，对别人的，你里面，干巴干的那我，没得我们啥，没得我们啥的，别人，哦，你啥把钱没给，让个农民那去痛苦要的，操嘛！ 你大人们，你们老人们，从现在才有不要的，对大人，对来，对来，金门让他阿拉拉送，阿拉拉说的不要我的，你多少的，你莫会，啥话的，老张写的，那这个错没办。 接下来是无痕自净阿拉拉，意思所谓的无痕自净，指的是不管是任何的分别妄念，乃至于六俱是怎么样的现起，它都是不留痕迹而自解脱的，这个叫无痕自净。 也就是说，贪也好，嗔也好，诸般的分别念，它现起当下是无碍解脱的，这叫无痕自净。就像是，不再有人我之间的区隔，不再去辨到底人跟我之间是有界限还是无有界限。如此一来，你对众生的无量慈心将能够，没有任何极限的加以展开，所有众生相在你的面前。 朗朗的巨现，就像是在镜子当中的影像，这样子任何的念头间没有阻碍的当下解脱。
我们称它，我们用一个词叫阿拉拉来描述它，意思就是说非常好，非常好。怎么样的非常好呢？现起的任何念头，在它的当下基础之上就已经解脱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厉害可言。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话，是一种修正已经很有火候的标志，所以他说非常好，就是用阿拉拉这样的惊叹语来描述如此的修持境界。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高雄生命书坊举办念佛共修暨佛学讲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1月27日星期四下午2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2，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星期四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2，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珍珠还是泪珠？哇，好漂亮哦！姐，你不是一直想买条项链吗？我们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项链吧。嗯，好，我们过去看看。哇，姐，你看这串珍珠项链真漂亮。是啊，姐，你快过来看看，这串珍珠项链实在很漂亮，你戴上肯定美极了。两位小姐真有眼光，珍珠可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佩戴这么一串珍珠项链，不光美，而且还能显示身份呢。姐，你快过来看看。不用了，我不打算买珍珠项链。这位小姐，这条项链您佩戴的话，肯定很合适。关于珍珠，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珍珠是美人鱼的眼泪，只有美丽善良的人才有资格佩戴它。原来珍珠还有这么个传说啊。姐，你那么善良，这串珍珠项链一定很适合你，您可以试着佩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嘛。不用了，我不戴珍珠项链的。为什么啊？是啊，为什么？它蛮好看的呀，为什么不愿戴呢？关于珍珠的神话传说，在它的背后其实一个痛苦的事实，如果你了解珍珠背后的实情，就很难再认为它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了。对于珍爱生命的人来说，它代表的就只有痛苦。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珍珠它不是美人鱼的眼泪，
而是深海牡蛎忍受苦难的眼泪。珍珠并不是牡蛎身体正常的一部分，而是对外来入侵物的反应。当沙粒、贝壳碎块意外跑到牡蛎壳里的时候，牡蛎就会出现这种反应。就像异物进入人的眼睛，我们会受到刺激，直到异物去除为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牡蛎自己不能去除这些异物，为了减轻异物摩擦所带来的痛苦，它会分泌蛛母蚝来包裹异物。几年下来，层层的蛛母蚝包裹刺激物形成珍珠，这样就能使异物刺激所产生的痛苦减轻一些。牡蛎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珍珠。哇，太棒了，这颗珍珠的成色真是太好了。然而在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珍珠是很难找到的，但人们因为贪婪的驱使，所以发明了以人工方式来获取更多的珍珠。牡蛎的苦难历程也由此开始。老兄，你们抬着这些牡蛎是要做什么？当然是制造珍珠啊。啊，制造珍珠？珍珠是要怎么制造啊？其实很简单啊，首先用淡水蚌壳做成圆珠子，这种珠子叫做核子，它代替异物被植入牡蛎体内，然后从同一个牡蛎身上切下一小块软组织，植在核子的旁边。用这种人工方式植入异物，牡蛎所忍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接下来更痛苦的是，它还要忍受长达数年的痛苦折磨。哇，这个牡蛎产的珍珠好大啊，价格一定很高。但很多时候，即使牡蛎产不出什么像样的珍珠，照样会因此送了性命。唉，真可惜，这个牡蛎什么都没有。这一串珍珠项链得让多少牡蛎忍受数年的折磨才能产生，而为了取出珍珠，那些牡蛎又会为此丢掉性命。你说我们于心何忍去佩戴这种饰品呢？天啊，我可真是从来也没想过在珍珠背后还隐藏这么悲惨的现实。看来这串珍珠并不是什么美人鱼的眼泪，而是牡蛎受苦受难的眼泪啊。真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平常我们眼睛进了沙子就已经那么难受，想想这些牡蛎到底是如何忍受异物在体内长达数年啊，这种痛苦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希望大家在佩戴珍珠饰品时想一想，为了这些美丽的装饰，竟让成千上万的牡蛎忍受着切腹之痛。珍珠并非财富与身份的象征，它代表的只是人类的贪婪及牡蛎的苦难。请发挥您的同理心，不要再因自己的欲望而残害其他生命。